再叫一声时期，也不会有人出现在我身边了。我在。再叫一声时期，也不会有人出现在我身边了。我在。这里是纸衣城，难道不怕别人跟踪你吗？我的祖先是九尾神狐，只有我能追踪别人，很少有人能追踪我。你怎么会来纸衣城？我来。我来这里办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等过阵子再跟你说。好，过阵子我也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跟你说。那到时候我们一起说。好。我要走了，你什么时候回去？我也该回去了。那你先走吧。为什么？我想你回头就能看到我，我不想你觉得离别是一个人的路。行，那我先走了。涂山璟，你到底是精明还是傻呢？